人权青年体验营，陈文成基金会呢，每一年暑假的时候都会办绿岛青年体验营，就是呢，请年轻的朋友们到绿岛去，然后看一下，就是在50年代跟70年代的时候，台湾的白色恐怖的过程里面呢，到底那个长辈们在那边是受过什么样子的经历哈？好，那在这个跟长辈讨论的过程当中呢，就有一位长辈说他的故事哈。讲伊以前啊，为绿岛、绿岛、灰熊岛登加台湾的时阵呢，有一年甲两年的时间吼，伊是过着甲各位各位同款的生活。他曾经在街头流浪一两年吼，无身份证、无工课吼、无头路啊、无女朋友吼，啥物拢无吼。然后在那段时间呢，他受到一个厨师的帮忙哈，这位厨师每天呢就帮他准备一个大便当，这样让他每天可以吃得很丰盛。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那个这位生哥呢，待会我会请他上来哈，他就跟我们讲说，他如果有一天啊有机会的话，因为他在绿岛12年哦，在里尼哦，在绿岛12年被关12年呢，他12年当中。在厨房工作，然后呢，他学了一手好厨艺，这样子很会就搞煮饭就对了哈。然后呢，回到台湾呢，基本是老婆的煮饭哈，啊没有派不上用场这样子哈。他就想说，有一天如果他能够，就是回本溯源哈，就是如果他能够为街友们办多的话呢，那有多好。一家五龟卡波的这个在台北市来登饭店哦。也即个所在啦吼，那么过去在1950年代是迄落一个保安司令部的军法处，遐会使讲是人工地界。咱一个2028以后吼，真侪咱的一个优秀的台湾人，再吼啊，拢提起即个想要来抵抗，要来改变咱的命运，但是尾啊，白色恐怖拢可以也来后一个后即真侪大学的教授咯，什么代病院的医生咯，啊是讲文学家迄个即个杨贵先生咯，什么跳舞的即个蔡水华女士咯，种种真侪啦。啊，我迄阵啊才20岁，囡仔我那放下来就规定下。刚听那个郭正先生，郭先生他其实讲话让我感触很深呐，哦，他一直说叫我们要谦卑，然后我会觉得说，不要因为我们这样的环境，然后让我们自己自卑，其实反而要被扛，这样子，好，那跟大家共勉之，好，谢谢。